祸福转换一念间，祸害危机的根源就是资心肆意，表面看上去一点小事情没有什么，但是慢慢的积累，后来祸兮福兮就很难说了。祸有可能瞬间就转成福，福也有可能一念之间就转成祸，全在我们自己的一念之间。本来是祸，我们把它往好处想就是福了。比如别人来辱骂、骚扰，甚至是破坏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修安人转念，当下祸就转成福了。本来是福，好事来了，福报来了，但我们骄奢淫逸、资心肆意、骄慢心一起，福马上就转成祸了。所以说，福祸吉凶都是我们一念之间的事，随时都在转变。